Hello， 大家好，我是身体工房的音乐总监许嫚烜。你有听过这个声音吗？或者是这个声音？它们都是声音疗愈常见的乐器之一哦。在自然疗法盛行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台新时代的声音疗愈乐器——水晶声波琴。这台看似非常轻巧的琴，它耗时了多年，花费了近百万打造而成。由于它的制程非常的长，所以全世界仅此这一台。它的演奏非常的简单，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利用这个琴锤来敲奏。透过这个敲击，你可以听到水晶它非常晶莹剔透的音色。这台水晶声波琴和一般的声音疗愈乐器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第一点，它是水晶所制作的。水晶呢，它是地球母亲的小孩，它在地球的地壳经过几亿年的演化孕育而成。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能量净化、平衡、滋养跟提升。所以，当你在聆听水晶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可以特别感受到它那一股非常纯净、光明和穿透的能量。然后呢，同时你可以感受到它帮你打开、扩展你意识的空间。在制作这一台琴的时候，我们甚至抵达了拥有水晶之都美名的江苏省来取材，以确保水晶它那纯粹天然的品质。第二点，它是经过科学数据的证实。我们从整台琴的琴键到琴座，音色到整个的共鸣，都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缜密的数据的计算以及测试的调整。我们更是邀请到了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王佑华医师来帮助我们做临床的测试，证实了持续聆听15分钟之后，我们的身心可以很有效地获得舒缓，其中细胞活化的指数可以超过25%。这台水晶声波琴，它滋养疗愈了我生命多年，我也非常的希望将这个声音疗法带给你们大家。所以呢，我用这个水晶声波琴制作了一些音乐，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来陪伴大家。如果你对声音疗愈、对水晶、对自然疗法有兴趣，或者是你纯粹的喜欢聆听水晶音乐，我都非常的欢迎以及邀请你到各大的平台来搜寻水晶声波琴疗愈的关键字。希望你在聆听这些音乐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身心的舒缓、释放以及宁静。